就在昨天，我也收到了中国驻曼彻斯特大使馆发来的抗疫物资，有口罩以及莲花清瘟胶囊。最重要是这里还有一封信，这个信上有一句话写道：青山一道同云雨，明月何曾是两乡。在抗疫最困难的时期，又能收到象征着祖国关怀的健康包，这让我的心里充满着温暖和感激。在此还是想跟祖国说一声谢谢，我们一定会照顾好自己。在英求学不易，但有了祖国人民的陪伴，有了祖国的关心，我相信我们一定会抗疫成功，加油。